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维西 TV。 今天呢，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这个来自未来的棋谱这个系列。我们也是很高兴请来了两位重量级的嘉宾一位是丁曼的围棋大使，也是欧洲围棋冠军樊辉老师，大家好。另外一位是我们著名的世界冠军十月九段，大家好。这个说到我们这个标题来自未来的棋谱这个想法，好像听说也是石哥在乌镇峰会的时候率先提出来的。因为那时候我是看到了几盘棋，然后非常震撼，所以是我觉得这个棋艺太厉害了。也是樊老师率先给他们几位当时要下棋的棋手是吧？对，给他们披露了三盘棋，听说。对，当时想看看，顶尖高手对几盘棋有什么看法啊？当时是有这个石老师，还有那个于婷于老师，还有这个古力，他们三个人看了几盘棋，然后他们都有一些感受，所以我们就把这些感受归结了一下。然后那个就其中那个石老师那个就是觉得来自未来棋谱这句话对我们的震撼特别强烈。那看来我们也是借鉴了这个石老师的想法，是不是？那因为包括当时峰会的时候，你也是参与到这个团队赛当中，就是学习了一盘，然后包括之后也看了一些50盘棋的AlphaGo 对 AlphaGo 的这个对战的棋谱，能不能再谈谈有什么感受？哎，我再加一句，我记得在那个团队赛的时候有一张照片啊，这个网上传得很火，对，能不能了解这个？这个先说一下，那个的话就是我们。本来是已经准备认输了，然后谁提出来下一步棋我也记不清了，反正谁提著名的 R1D 一个嘛，我们想试一下那个 AlphaGo 会不会应这一步棋啊。正常应的他只随便走哪儿我们都是亏的但是后来呢他选了一个最稳健的，但是他亏了有大概一目多吧，一目棋左右然后我们就有想到他会像实战那样硬吗？有想到，也想到，对吧？我们是觉得，我们当时点的时候就是想到，哎，他会不会就特别稳健的去硬一个？这算是考试是吗？但是果然不是最安全的。对他补位之后，这就结束了。其实当时你们他官子已经是阿老师已经是在退缩的状态了。我记不清，好像有退缩的，应该是退缩。应该是可以的，当时觉得应该是盘面可能是黑的本来黑的本来盘面也不够了，对，也不够一阵退缩，对，最后再退缩一下，容易把我们击溃心里的防线。那个照片，那个就是大家的这个统一性特别强，就是那张摆拍根本就摆不出来那个效果，太不可思议了。这张照片肯定会成为经典，绝对是经典照片。这个，那看了他50盘棋之后有什么？这50盘棋呢，我还没有完全看完，然后。其实那次峰会我们团队等于是五个人是26号下，然后前面两盘看了柯洁的两盘棋，之后呢我们觉得就是柯洁的第二盘棋相对来说更加有机会一些，所以我们也准备以一个乱战的一个形式吧去跟那个AlphaGo下，然后就是尽量布局能够保持一个比较好的开局，但是比较遗憾那盘棋开局又已经是据说后面的AlphaGo对他的开局胜率已经到了70多了，可能就是其实手数不是特别多，对已经很少的时候他就到了70多，20-30手棋的时候，对，可能好像也是因为你们这五个人自己之间是不是产生了一些，据说那个段不是谁献了一棋之类的，段其实段还好，段完那个长，段完那个长，对，对段完那个长，主要是我们觉得段完之后粘上的话，然后也不是很好下，所以就选择了一个可能我们觉得可能会看不清，有点看不清的这种，因为我们觉得粘又不好，所以想求变，但其实可能更差，确实是，觉得没有你们没有发出水平。是，但是可能确实因为这个 AlphaGo 它的很强大，因为它有时候就是比它弱的话不容易发挥自己的水平，就是
就始终被压制，始终被压制的那种，被掌控的那种感觉。确实是，就是在这次团队赛上的时候，我就看到这是唯一一次啊，黄博士在下棋的时候笑，整个那么多比赛他都那么多盘棋他都没有有这个微笑啊，什么都没有。对对对，这是非常难得的事情。那个的话可能就主要是我们这个在这个研究的时候意见会有很多处不统一，然后争执，然后可能黄博士实在绷不住了，好有意思啊。你们在聊什么呢？对对对，嗯，挺有意思的。那确实这他当时的那几盘其实还是让我们这个印象非常深刻，但是这之后的50盘棋又是完全另外的不同的感受。那么这个我们现在带来的呢是方老师经过他的研究，对，有一些AlphaGo自己就说，比如说那50盘棋的虽然很精彩，但是很多时候呢可能很难去理解AlphaGo的下法，他为什么去下这招法。那么咱们来就是重新去研究这几盘的目的，也是希望能够更好的将这些就是 AlphaGo 的自战能够呈现给广大的围棋爱好者，让他们能够理解 AlphaGo 自战的一些棋的招法的原因所在。它背后的，对，它背后的一些想法，对，也就是说他来复这个盘，会是什么结果？这也是我觉得也是一直我们很期待的。好，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这盘棋。不用交代双方黑白，这每一盘都是。这盘是二连星开局。这个二连星就是说，我看 AlphaGo 他的棋，很多时候他都喜欢特别喜欢点三三。但是呢，他也不怕别人点三三，是这个意思吗？对，他认为点三三或者点边三三或者被别人点三三或者下星各方面都是差不多的，都是差不多，就类似于定式一样啊，对，就是他下小目被别人挂角，但是他也会去挂别人的，就是挂别人小目，一个道理，就说差不多，都能下，可能就是他比较偏好的定式，对，就说他认为这个就应该这么下，嗯，其实是一个道理，嗯，但他很多时候也挂角，不是对点三三，也不完全点三三，有时候也有挂角的时候，但这个飞确实是招牌，招牌绝对是AlphaGo的招牌。大部分情况应对这个小飞挂都是对，都是上飞，就是很，他基本上很少去选择这个尖，是吧？基本上不下的，基本上一般都是飞，也有脱先的时候，但是要下总是飞，加就更少，也有，但是飞我印象当中就是最近吧，应该说近代这个围棋，尤其是我的印象中比较喜欢下这个飞的。聂老师，聂老下这个飞，对，聂老尤其是他，比较喜欢下这个对角，比如说这个对角，然后他黑棋的时候，他会先守个角，然后当白棋挂角的时候下这个飞，这个我还是见过挺多盘的，是不是？大局的一手，大师就是大师，是吧？就是、没错。就是个飞起的话，我们普遍是觉得，脚上可能有脱了虎或者说脱了连扳这种直接活棋的定型手段，就是史哥所说的，就是对黑脱，白棋扳，然后黑棋呢，在很多时候可以选择这个虎，对对，然后做活的时候可以选择可以连扳，是不是？还有这个断的可能性，当白棋外围子比较多的时候，黑棋好像在脚部腾挪的手法会多一些，对。但是白棋相对来说比跟这个尖呢，就是步调更快一些。以后如果说能在这里补一手的话，那么这步棋肯定是选择放在这里，对，更舒展一些。是，阿尔法 Go 的布局好像速度总是挺快，他好像比较追求于速度，然后比较喜欢下在就是比较宽的地方，可能是不是跟这有点原因，他选择飞，或许是。实战飞，然后黑棋，又是招牌，这是两大招牌。对，关于小目和星的两大招牌是吧？背后的故事都这样讲。然后打，好，那这盘棋脚上的变化稍微有一点点区别，有点意思。白棋飞，它这个飞和长我看都有，但是这两个的区别是不是没什么区别啊？就是说，我看经常就是会下成一个这种形状，对，实际上爬了一般，然后呢，有时候
如果白棋飞的话，黑棋好像有时候也是这样顶了一半。对，然后飞的时候也有单拖的，反正。这时候黑的爬，如果白的长，黑的爬，白的是不是有长的可能性？我见过，也直接有见过长的。哦，要单要单，不光是斑的，也有长的。啊，那再爬就再长，就再长。对，我还见过跳。爬一下再跳。对。啊，这个跳我们是见过的。这个跳五十班级里面是出现的，就是我记错了，有可能，有可能这个时候跳，啊、这个时候有可能这个跳，这个时候跳会下成一个、嗯、对，然后冲一拐啊，先贴啊贴，然后冲一段一拐，然后碰那个是吧？对 对, 对、嗯，我见过，我就记得我有见过这个奇形，嗯、对, 对, 对, 对对，然后断这个，一粘一碰，好吧，嗯，黑的原来是拐，是白的贴住，对，然后他好像经常是经常会淡淡的，有时候会拐、啊，有时候脱线、这个嗯，嗯，这个是有，就是长的话，好像黑的。再爬白棋很有可能是接着长的啊。不过我好像也见过爬斑的，我也见过，我也见过。那它的次序就是说，也不是绝对的，不是绝对的，不是绝对，可能也是根据周围场合不同，它、嗯、的变化和次序都会变。嗯，或者说它这两个差不多，它就会随便选一个。有时候可能是这种情况，嗯、但有时候可能是因为场合、嗯，这就很难去具体界定它了。嗯嗯，比如说这盘棋，它这个。飞的时候，黑棋就没有选择这个顶斑，他选的是单拖的。单拖，嗯，这个单拖啊、在我们以前就是，我们下棋的时候，当白棋飞的时候，我们一般都是下这个单拖。一般都是单拖啊、然后白棋，很多时候是脱先。嗯，如果白棋接着走的话呢，是长单长长，然后黑棋顶就还原了，对，还原成黑棋顶了单。我小时候学棋说是飞的目的是争先手，我小学的目的、嗯嗯、是那。但是我们之前看到这个 AlphaGo 它的对局当中，大多数的时候黑棋都是顶的，这个拖是见的比较少的。而在这个局面下，它对付这个单拖，它不是拖先，嗯、它是直接扳。嗯嗯。那可不可以这么说，就是他希望是黑棋，他希望能下成这个图呢？是挡住黑棋吃。然后再拐吃一下拖先，这个我们就樊老师来解读、这个。当时看了一下他这个变化、他认为如果是顶的话，白棋可能会长哦，长起来呢。嗯，这样的话黑棋长冲，白棋挡住啊、哦。如果继续往下找变化的话，黑棋就是断一个。啊、这个等一下我们先暂停一下啊，就是。这个形状让我想到了另外一个定式，嗯，就是小木，哦，黑棋高挂上靠，对、啊、上靠，然后黑棋拖，是不是有这么一个？对对，这个也有这么一个下法，嗯、然后白棋打了挡、这就等于是还原了，多搬了一个定式，对，这个时候黑的搬了一下，这个我们以前至少是我们学的定式招法，黑棋断，嗯，然后白棋长，黑棋应该是搬粘。然后好像黑棋跟贴是贴和长好像都有啊，贴都有啊、这样是不是如果像这样黑棋扳一下好像有点亏啊，就损了，嗯，哦，在这儿呢啊、但是这个变化有点意思了啊、就是咱们又回到 AlphaGo 变化，冲断之后一长黑棋还是扳粘、还是扳粘，但是比较有意思是他的棋就选择哦飞这个、这个是好神奇的我们的感觉一般都是跳一个之类的，他飞这个、哦、飞一个，对、啊、如果现在黑棋打吃的话，那就打吃好，哇，这是一个很神奇的变化，他觉得这个变化也是差不多，但都差不多、但是他可能更觉得这个白棋会是好一点，这么选择。哎，白棋为什么不敢虎住呢？他也可能不是不敢虎住，就觉得他是觉得这可能更好、哦、或者其实都差不多，只不过他更倾向于这个变化。嗯嗯，因为他好像经常是对中府的这个事很有自己的想法，对，他第一他很重视，第二他能够控制住，对，用得很好，对、啊，当然就是白棋如果争子有利的时候，那肯定应该是争掉，对对对对，我们这么推测的是，对，是应该是这样、那他现在争子不利，他觉得这样吃掉的形状也非常的好，这形状也比较有趣儿，有意思啊，没有见过这样补的，嗯、是，那可能这个补的话是对这个子。压力更大一点，他如果这样补可能觉得黑棋也会吃，那么下一步棋他、可能觉得一手棋吃不成这样的、哦、这种形状没有那么厚实、嗯、对对，白棋这个形状确实很厚，
就黑棋基本上什么借用都没有。对，它这仅次于这个提的后事了，你算是。这个经过樊老师这么一解读，让我们对这个局部有了新的认识。这不是我解读，我只是充当了一个人肉币。那也很重要。实战的话，所以说黑棋没有选择这个定。对。那他没有顶单退的，顶单退的，拖退，然后白棋，虎，白棋搬，白棋断，哎，那么和空搬是啊、哦，有可能有一些区别，对，就是，就是说，如果是这个时候搬的话，是不是白棋会反搬？如果刚才的说法。哦，不怕黑棋这样，对，这样你粘着我挡回来还原了。啊，对。而你陷入再退的话，他可能不虎了，他就打住了。嗯，十个这个反扳是，哦，好感觉。哦、这个、就推理出来，黑棋为什么是得退完之后再扳这个次序？哦，这次序都还是挺有意思的。扳，断，黑棋扳。脚上这个形状倒是经常见，只不过外面其实比较少见。外面白的这个形状不太容易看得到。嗯。那么黑棋直接练出。这里我这白棋如果说补在这里，他是觉得，因为我就从我的就是思路来讲，就是黑棋这方已经是铁活的一块棋了，然后呢？然后白棋这地方如果说有个子，他可能觉得这地方手控这样更扎实一些，但是这边没有子，反正要我下我是会跳在这里，因为你们这边漏风也无所谓，这个子吃掉也不怕。嗯，我想可能就是认为他觉得吼这个的话下棋一手就补干净了，嗯，所以可能黑棋会杀出来。啊，那么走这个的话就说白棋下不棋虽然能也能补干净，但这因为这段有缺陷，白棋可能下步不知道怎么补了，不想补，白的就不会再补。他说，与其这样，不如就逼着黑出来，直接进行一个战斗。啊，也是有他的，这是我的理解。我觉得你的理解，如果这样的话，黑的一定会推先，有可能会拆一个，拆二或者拆三。这样你虽然这个地方暂时不用补，但是还是将来有一些隐患，比如黑的尖出来，还是欠着一手棋。是，但是当你补的时候，其实这个跟这个肯定不如这个，对，跟这个形状就会差很多。不管你这手棋补在哪儿。都会差很多，应该说他是有他的思路吧。阿老师有他的思路，就是逼迫你跑出来战斗，跑出来战斗，然后他两人也比较有共识，既然你逼我，我就出来了，就出来战斗，谁也不怕谁，对，确实是都是阿尔法狗。这样的这个开局还是挺有意思的，直接就开练了，对，一般。黑棋靠出，白棋搬。看那个他这个 AlphaGo 自己对弈，就是跟我们人类和他下有很大的不一样，就是他的自我对弈好像很多盘棋都是有很激烈的那种战斗。嗯，对对对。但是就是他和我们下的话，往往就是没有特别激烈的战斗，就那个就能够获取一些优势，然后就保持下去。是我们企图跟他战斗，但是他总是我们总是无法如愿。可能就是有一些细小的招法没有掌握住，所以他一下胜率就起来之后，他就不需要去战斗了。就我们会在不知不觉当中，这个落入下风。这次峰会的时候好像其实很多棋手都提到了，包括聂老师他也说到了，真的是看上去我们下的招法都很正常，没有什么那种明显的昏招呀，或者是一些比如说错误勺子之类的，还没有这样的棋，但是下一下就是觉得很明显的不好，而且有的时候会差距还比较大。是我看他的资产比较多，所以说我总觉得就是我看的时候有一种感觉，就是他棋下的非常非常的紧，就是绷得非常非常紧。我觉得，就是我的视频来看，
他的下法都是感觉非常危险的，但他总是能够化险为夷，总是能够在最关键时候能绷得住，也不会出现什么巨大的问题。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他的特点之一了。这个好像还是应该是他有强大的这个计算和判断能力，其实这应该是两点的结合，我们都感受比较深，就是计算和判断，判断嗯，它这两方面结合的能力实在是太强了。嗯，先当一下，摆凳。哦，不好意思，对，这时候先掰了一下。嗯，然后再搬这个。唱。拆了一下。哦，白棋是拆补在这里。嗯，哦，对，他这个补断方位补的这个挺有意思的。师哥，你的感觉是哪里？因为正常来讲，大概就是这种虎一个之类啊，但是虎好像是有一点是不舒服，嗯，所以他不，嗯，对，就补在这里是挺有道理。看上去怪怪的，但好像主要是，除了这步棋真的白棋没有很好的选点，就师哥说虎的时候被黑一点很难受。对，如粘下面可能上面拐是先手，先拐一下。啊，这很痛苦，这个。嗯，如果飞的话，是不是黑的拐一下，白的形状也不太好？嗯，这还有个点。对，如果你退的话，将来这还是被点，嗯，就将来黑的从这边对，攻过来的时候，白的不舒服。嗯，只有这个位置，哎，你拐我这一长，这是形状非常好。哎，是对，第一眼看上去有点怪怪的，再仔细想，好像还是一个非常好的位置，不错的形状。嗯。对，也对白棋这块棋保持一些压力。压力对。嗯，飞这个，然后黑棋，飞一个，可也是为了针对白棋这个棋形吧。嗯，这个是，就从局部感总觉得好像白棋有点拧。嗯，但是好像针对这个，但是这里其实也是挺关键的一个点。啊，如果被白棋长，黑棋这个眼位就没有了。这个虎的话，至少先确保了一只眼，很厚的一手。嗯，积蓄力量厚薄。嗯，然后白棋，倒下来，黑棋逼住，黑棋这边就看清了，就先不走了。嗯，他的自战里面经常有这样的情况。对对对，突然间这个战斗就不下了，两个人就放那儿了。他可能觉得那边是比较轻的黑棋，其实处理起来白棋就算打入啊或者攻击，其实他也不是很怕。哦，就最初当说这个小木小飞这概念，对，比较有些手段。进角的时候啊，这边的话是可能子力纠缠更多的一个地方，所以他想先处理一下这边。所以实战这趟白棋是飞，嗯，也可以说是大跳。这形状挺，也跟这，对，这个挺有意思的，形状都下的好像挺好的。嗯，拿捏的这个，这是不是普通一点？可能我们淳朴一点的想法，哎，小跳一个，嗯，小跳一个。如果白棋安全的啊，白棋跳的话，嗯，阿法狗会拐一个，就简单拐一下，淡淡的。哦，他如果说这个他也拐呢，就退，就退，对啊，他觉得这个自己因为这样形状已经好，白棋也他认为也是只有粘的啊，那这个肯定是比那个。那我提个问题，如果白棋如果从这里飞呢？这个力量好大，这个可能自身有破绽是吧？黑棋就拐的话，我就挡住、嗯。你如果说那我这个如果来，你断我还是？那我说断你就吃吧，断我就吃这个吧，吃这个，嗯，帮你再帮你这样再加住，嗯，这样应该不怕，这样不怕，你可能会，我估计你可能会就是这地方跳一个先手，你就从这边打呀，或者从这边飞出来，嗯，或许是这样，或者，不过十个这个飞，我觉得也是挺有想法的一步棋，这个。嗯，也是在樊老师的预计之外，可能要回答这个问题，樊老师还在私底下把小本本打开再找一找，嗯，记下十个这部分，我想想，但是我觉得他这个算是比较厚实的，而且坚固出头的一种下法，嗯，这个的话相对来说比较单薄一点，因为这个跳基本上是一个先手，嗯，
所以可能还是这步棋应该有它的道理。嗯，之后这步棋黑棋又飞了一个，啊，形状都很有意思，就说明这步棋还是很关键。石、嗯、哥刚刚白上去，对啊，黑棋马又争过来了。石哥这么一说，石哥这个前面这个飞是应该是有一定道理，有道理。嗯，哦，这黑棋再接着跟着白棋飞这个，嗯，哦，那如果说白棋就贴黑棋是，黑棋就会不会直接就加过来？嗯，好像是有这一加。他加的话，我是就让你提一个子算了，有点不太满。那还得就提一个啊，就提掉这个，提完再尝一个。对，这样的话黑棋自己走后了，嗯，局部，然后这个下面点在上面点，啊，点好像这个比较痛苦，白棋有点难过，是，可能也是因为局部这地方白棋不是特别好下，嗯，所以白棋实战就选择了一个挂角，真是挂这个，挂这个，挂这边，后台直接就脱先了，脱先了，脱先了，嗯，白棋觉得这边就告一段落，不想再走棋了。但黑棋就说得还没完，还没完。这个地方我认为并没有告一段落。那也很奇怪，白棋认为完了，黑棋认为没完，那他这个，嗯，他可能就认为这是一个正常的应对。嗯，白棋局部他没法下了，啊，他只能等着黑棋来下。白棋没法下，但是黑棋有法下。对，嗯，就是这个其实逻辑上是挺那个什么的。那这样，嗯，如果黑棋也，反正你没棋走嘛，那我有棋走，那我可以剩一会儿。我们学棋的，一直的人的逻辑都是，对吧？我没棋下了，可能你也不会有什么好棋下，或者说，他可能也是根据周围的情况，有些子力的变化，嗯，就这个变得会急或者不急，嗯，这个地方他应该打入的。这样的话，啊，如果黑棋硬在这儿，白棋打入，再回到那个打入，哦，那 这边比较是不是慢慢？那个挂两下是有它的必然，他可能有，因为在之后的对话中，这个挂，啊，可能会稍微有一点用手。五十走之后的战斗，你会看到，因为在他的这个概念里边，每个局变下的招法不见得是唯一的，嗯，他有可能觉得有很多步棋都还差不多，嗯，那么经过他的计算，也可能有些随机性，他认为啊，这步棋可能更好一些，哦。那么对于黑棋来说，可能硬一个也是一种下法，但是在他计算里面，他认为这个可能会更好一些。更好一些。其实双方都认为都差不多，可能白棋也预见到黑棋这个加的下法了，嗯，觉得也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实战的话，这个加虽然感觉收获不小，但是他的问题就是毕竟是一个后手，啊，就是粘这个，白棋等于是把这三个字弃掉，对，给这三个字了。那这就说通了刚才的白棋这个贴，就对，啊，对，如果贴黑的一样是加，那再加的时候白棋就肯定是不能这样选，啊，对对对对，嗯，这样的话他虽然说局部有所亏损，但是多下了一棋，嗯，这等于两个人又回到了一个可能觉得差不多的感觉，达成了某种妥协，嗯，也是一种某种共识，啊，对，共识，双方各取所需，对，其实我们可以看到黑棋很厚啊，黑棋在这个地方把这三个吃掉之后，这个外面这几个字彻底的连通，但是白棋呢速度会比较快，这速度很快，在那边争了两手棋了，这边突然全是白的一片，是，嗯，石哥喜欢下，这时候我觉得白棋还不错，喜欢下白棋，嗯，实战黑棋靠单长，这个双飞燕的定式在阿尔法狗子战里面经常出现，嗯，然后这个拖正常下法，嗯，一起搬白起粘之后的下法比较有特点，嗯，就是说局部来说大部分时间阿尔法狗都是粘的嘛，对，这盘棋它是靠的啊，它跟我们那五不正的五个人下的那盘就是粘的，然后我们觉得好像能攻击他，但其实尖起来好像对他还没什么威胁，嗯，那这盘棋他为什么不粘了呢？这个粘就是我们也聊到过，对吧？对 对, 对，就是在我们以前的这个，啊，人类的棋谱当中，这虎是最为常见的，对，虎的话就是眼位好，然后比相对还比较轻一些，是一个防守的姿态，嗯，如果白棋冲黑棋就跟着退出来，这样，对对，
这个詹呢相对来说就强硬一些，这种进攻的姿态，进攻的姿态，就是白棋这两边呢都没有非常的安定。那如果詹的话，阿老师他就选择简单的拆二，拆二啊，就是说他这个棋型，基本上这个棋型他拆二是比较正确的应该。也是要看周围的配置，他有时候也会不会选叉、嗯、好像这边是白棋子说有时候也会拆一，好像我见过。嗯，就是这个吗？拆这里、嗯、哦，这个好像见过，五十盘棋里面有见到过，有是吧？对，五十盘棋里面有见到过。嗯，拆一叉，那就是可能跟全局的配合有关系了，对啊、嗯。因为拆一显然是就是下一步这个冲断可能更严厉一些，更严厉，嗯，更严厉一些。是不是因为这个下边白棋这个已经有个飞起来了？因为我们比较常见的是，开局这种局面下啊，白棋挂角，黑棋反挂，嗯，然后白棋双飞眼，黑棋靠着长，对，类似这样的局面。然后如果白棋拆黑的，有可能这边飞压，哦，这个也见到过类似的棋局。那这盘棋白棋这里有一个子了，会不会，嗯，黑棋觉得那边已经没有什么好的手段了？有这种可能性吗？应该。我也不太清楚，得问问这个石老师。我觉得这个有可能吧，只能说得通。至少，如果我刚才理解的是，说是这边有些什么借用啊，因为这边比较，因为这些借用，所以白棋这边的价值可能变小了。嗯，会不会就可以理解为，在这些借用之后，白棋这边可能会变得比较厚一些？嗯，那这边战斗如果下的话，是不是对黑棋意义不是特别大？大家可能觉得周边的话，白棋子力要比较多了。对，嗯，所以。可能就没有选择这个粘的进攻姿态，嗯，选择这个靠，可能是更倾向于把子力下到这边来，嗯嗯，这啊就是实战到白棋冲，嗯，黑棋粘，白棋搬，先把黑棋的形状冲的，黑棋虎，这个形状确实看着不是很舒服，白痴一粘，这确实挺奇怪的一个形状，嗯。但是方向还不错，嗯，方向好，算是对，走到这边还可以，还可以，嗯，这个局部我反正印象中是没有见过相同的这个定型，也算是第一次见到吧，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嗯，不管怎么下AlphaGo认为双方都是差不多的，差不多的，嗯。打入应该也有加强自身的一些，哦，除了就是能够破掉黑棋这个地方的一个阵势，同时能加强自己，对，应该，嗯，黑棋如果攻过来可能这边要成一些大空，实战也是这样进行的，压白棋点过，正常变化，这样的话白棋当初这几个子就可以算是彻底的安定了，嗯，也是达到了目的，对，嗯，然后黑棋拆了，这种棋形在我小时候学棋的时候总是认为这要虎一个，说这虎非常大，嗯，这地方拆一个，石哥来点评一下，这个虎是，正常来讲就是肯定说虎一个，但是觉得但是他竟然觉得现在白棋可能就是被白棋抢先走到这种地方，他就是，嗯，这个目数来讲其实也就是一个纯的目数，对白棋形成不了什么太大威胁，那这边的话如果被白棋分过来了，可能对以后的战斗啊什么都会有些影响吧，嗯，对，这是面的什么的以后的发展，对，那后世的效率也很难发挥了，嗯，就是这个虎，我明白十个意思，就是说，当白棋这块棋已经完全安定的时候，嗯，那它就是一个纯的目数，纯的目数，嗯，对。如果这边换一个形状，就是当虎下去，白棋还没有活，那这个虎就价值就不一样了。对对对，可以这样理解，嗯，是吧？在这个局面之下呢，这个由于白棋已经安定了，那虎呢就是一个，相对来说单纯的目数，那这个相比之下呢，这个分头的价值有可能会超过这步棋，嗯。就是比较局部的一个下法，对，这个就比较大局的一个下法，嗯，所以说实战的黑棋是选择看重大局，连片连片，那白棋就把这唱了，嗯，这还是比较平稳的，嗯，这个进行到这里，嗯，
然后之后呢，白棋打入，这边终于下棋了。嗯，这个是夹击还是打入？对，这很难说，这个更像夹击。我觉得如果没有这个，比如说没有这个交换，肯定后一个人权。这黑棋这多一个子，感觉这就又要打入的感觉了，打入形成了开，形成一个拆。对，然后黑棋把这个子、把这个吃掉。这个很厚实，很厚。对，就目数虽然说不是那么大，但是非常厚。白棋接上之后、黑棋这个棋也不是特别的安全了。对，我们可以看，如果这个被白棋接到的话，白棋有可能从这地方尖冲出来的，有些威胁黑棋的。对，如果这个子吃掉的话呢，白棋从这尖冲出来就是单纯的破目。对，这个还是区别很大的。而且这个白棋是不是也是被对，就他的眼型啊，他的这个分局里也会差一些。这个时候形势如何呀？如果是判断一下点点木什么的，现在木主要是不太好点，这些都是实地，但是这边的木不是太好算，因为以后就不知道黑棋那个子白棋脚上要算多少木。这条边啊、白棋有多少木，我觉得这个可能这个判断也是就是我们觉得很难的一个地方。难、就是、我们是比较空旷的地方，数得清的就是黑这个地方大概是十六目棋，白棋这个地方呢大概是有一个八九目棋。对，判断就到此为止。再判断一下这个地方黑棋大概可能只能粗略的这个感觉一下，可能是差不多接近二十目棋。对对，反正就是基本上在这种情况的或者中盘的时候，我们的判断的大致的一种感觉，比如说这个地方黑棋的目，我大致会给它算到二线，然后再加一定的一些三线的目数、大概大致就是三线结合的目数、对、但只是一种感觉，你完全不知道到底具体肯定是点不清的、这太难了、但是这个我觉得可能是电脑它的强的地方、那不用问了，阿老师肯定是觉得这个时候都差不多，差不多就是觉得俩人都你觉得这棋很接近。战斗还没开始，还没开始，还没开始。这布局就在算是战斗，应该是从下步棋算是开始了啊。白棋黑棋打吃，然后白棋是打入率先出手，这是真正的打入。对，这个绝对是打入，这个还不好说，这绝对是打入。我觉得这个时候觉得下面这条边好像也很宽啊。反正要我的第一感，我肯定是在上面走棋。那十个来一步。他比如说贴起来，或者说，就是总之就是想，补强一下自身吧。因为那边我觉得白棋也挺宽的，就是，比如我们就最简单的，白棋这里有六个，黑棋这里有五个，对吧？这也是，而且白棋自身围起来的并不比黑棋的小。他这步打，因为这地方还有爬进来之类的，所以这步打入呢，具体破了多少空其实也不好说，不好说。这个贴起来，我有也想下这里吧，应该是说还是一个眼见的一个很大的地方。阿尔法哥认为这个贴也不是一步不错的棋啊，这个贴啊，这个打入啊，都是在他的首选之列里边啊，都是比较大。可能我想他这个打入是不是更多的觉得这个后势并不是特别厚，对，他可能对这玩意儿还是有一些想法。是，而且你说打入完之后，他以后从这里压过来比较舒服。压过来之后，我觉得，他下棋特别擅长就是压缩别人的效率，这个得哦，就将对方子效尽量降最低，让自己的子效提升，对，对方的子效降低。子效的游戏嘛，确实这个压。这个是挺难受的。如果说黑棋能把外空围得比较大，那效率就很高，所以白棋他想率先就去进去破坏别人的效率。而那边是不是他有可能认为如果白棋先动手自己去围，可能也不见得能围出很高的效率。那边确实这贴眼见的感觉挺漂亮，但之后怎么围是不是也不是很确定。是，这个就是理解的问题，很难的问题，真的怎么去理解。但是他是都差不多，都差不多，对待都是差不多的棋。不是说我们这步棋我们的感觉不会特别对，如果他在下也说不定就先贴这个，也有可能
也还算是得到认可。是的，开始打入了。嗯，就是这就是AlphaGo 比较有特点的地方，它经常是双方就，毕竟就突然间就用咱们的话就契合了，是契合了。白棋打到这边，嗯，黑棋，啊，黑棋就抢先攻击这边。那嗯，我觉得我们惯性你打入了，我自然要在这地方对你进行一些先手进行压迫啊、攻击之类的。嗯，他是直接就去攻击白棋上边反攻，嗯，他可能也是觉得局部攻击会不会有什么。直线的话他可能找不到特别有力的手法，通过上面的攻击也算是缠绕吧，寻找一些攻击这边的头绪，会不会这样。就这个子好像真的看上去黑棋周围子力很多，但是要说起来怎么去攻他的话想不到一个很好的点。就白棋接下来眼见的有几步就是好行吧，一个是这个靠，嗯，这个靠前面石哥说过压迫黑棋，嗯，同时自己整形。另外一个呢这个叉二，对，拆完搬粘好像也是，这个先手非常舒服，是个先手了，也是很容易安定活了。嗯，那白棋等于有两个好点，黑棋一下子想要对白棋施加压力的话，找不到很好的方向。嗯，直接攻也有可能会落空，这样的话就说，就说他这个可能就是想抢先在黑棋没有拐的情况下嘛，抢先打入，可能有拐的时候他打入会。就可能就是更危险一点，或者说，所以他抢先去打入，也有可能是这样的想法，啊，这就有点说不清了，只能说是去试着去，可能黑棋也就是这个棋应该也能直接证明他直接攻击可能找不到特别有效的这个手法，嗯，所以说既然我攻击没有什么效果，我不如走一个大的，上面毕竟比较宽敞。他的棋好像都特别就是就比较直接，就是说有时候他人可能会想这这地方我先动手，我先攻击你一下，但是他觉得可能就是这地方如果没有拿不出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一个方案，他就会直接去走这边。这个可能我觉得也不见得是完全攻击白棋，他觉得就这边这个方向我就走这边，嗯，对，你打入你把这边这个点占，那我就把你那块空给破掉了。有的时候想的没那么复杂，对对对，嗯，哎，我记着小时候听过一个围棋的谚语还是某位直接大师说过的话，嗯，说是你如果局部找不到好的下法，嗯，就别下脱线就完了。是是，这我记不清谁说的，藤泽老师，嗯，可能很多老师都说过，有可能这确实很有道理的一句话。嗯，他是一次白棋粘，嗯，围棋尖，这个刺看上去比较俗啊，但是这个局面下还是挺有力的，是不是？这是破眼的一个好处。他如果说直接从这里粘的话，白棋贴起来，那么是不是再刺的话，白棋会在上面可能先手再先打一下，刺不到了。他先刺掉的话，这两个子就相对还要更轻一点啊。那我以前给我学生讲棋，说这种棋形啊，这种刺是巨俗的一步棋，绝对不能刺。现在就不好说了，现在已经不敢给学生讲棋了，是吧？嗯。这个也是场合不同，嗯，要是没有这个，我想这个词肯定是不对的。对，是是，嗯，是围棋要随机应变，什么时候都 是嗯，没有定式，嗯，是这样。再接再吃一个啊，提，起，飞出来，嗯，这有一个很小的细节啊，就是这个打的时候，有的时候，反正我被别人这么打的时候，我一般都会。有点麻，有点麻，是提还是立？对，其实这两步棋呢，就是，要说细微的差别是有，但其实，你很难判断，对，很难判断哪个好哪个不好。是，能说一下这两个区别在哪儿？这个有点专业，我觉得还是石哥能说的比较清楚一些。这个立的话，就是以后如果说白棋粘上的话，这个目数比提一个要好一些，因为白棋有可能从这里扑进来。嗯嗯。但是他提是好在哪里呢？如果说，白棋这地方就是万一啊，他现在就是可能比较小，万一就是说，如果说这地方有好多子，像这样了，那么提它是这里是可以活棋的，眼位好，眼位好一些。但是如果在这里的话，活不了，可能就会眼位差一些，活不了。嗯，就是一些很细微、很细微的，对，而且提的话，可能以后就是说。毕竟这地方多一子，以后对这边的，嗯，非常细微，如果转了的话，对对对，还有一些就是是不是
就是跟白棋下面这块棋，比如做活的时候，嗯，啊、嗯，就是白棋如果是和虎着做活的话，啊，那提跟立会差很多，立的话呢，这个黑棋这个就没得下了，嗯、这个局部，那提的话呢，黑棋还得扑进去，扑进去，还得骗两步棋，对，嗯。而这真的就是都是一点点的可能性，嗯，但是当我们在实战当中就会有点头疼，嗯，好像这盘棋之后跟这个地方也有一点点关系，有点关系，有点插曲。实战白棋飞出来，然后黑棋拆，这都是比较正常，确实。然后黑棋那边下了一步棋之后，白棋继续在这边下，就是各下各的。嗯，现在看上去黑棋这个曾经自以为是后世的这条棍子，有点那么不太安定的。对，也不是那么厚了。那不是，没那么厚。这个长哥刚刚说过，什么棋是后棋？活棋。活棋。就是这两个眼儿的这块棋是活棋。有眼的。现在像这个。这块棋，甚至这块棋都不能完全算是特别特别特别厚。是，嗯，实战下部黑棋是比较特别的一部棋，很奇怪。而我当时看了半天棋谱，总觉得这个是不是印错了。嗯，实战的这个地方黑棋下了一个这个。石哥说说第一感。这个其实我的攻击的话，我。要不就是在上面，比如说在上面飞啊，或者是靠啊这种；要不就是下面。但是我想的就是我会第一感会在立的位置，但是这部虎确实是怎么说，对黑棋自身的眼位会更好啊。嗯，他可能觉得就是攻击的时候他也会想、啊、兼顾自己，兼顾自己。嗯，是，反正如果是在网上的对弈，对手下出来这步棋会很、可能觉得别人是滑标了，本来是想立，哎，放错位置了。这个倒是我也查了一些这个变化，就说我因为我对我说，我觉得这个虎要是要下，还不如立呢，这不是更实惠吗？因为立它马上这里大飞，它是没有眼，眼就没有了。嗯、那个虎里边还有打结眼，至少就现在只白棋只有半只眼。他说如果立的话，我当然，如果是立和虎区别在哪儿？说靠的时候。啊，如果立白棋会靠这个，对，会靠这个啊、嗯。那么这时候如果黑棋靠的话，嗯，白棋可以挖，白棋可以挖，哦，这么凶悍。而如果是在这儿的话，啊，白棋就挖不动，白棋就只能靠搬了。对啊，这我们给大家对，嗯，对，现在给白棋，就这个地方的话，如果是立立啊，应该先不说这个，对对。如果白棋挖的话，黑棋应该从这边这里打，嗯，白棋长，然后再把这个粘住，粘住。嗯，这样好像白棋就形状上崩溃了。嗯，因为它断这个断没有用，断它正好虎在那里防住了，嗯、就这里。嗯嗯，那如果是立在这儿，那情况就不一样了。对，就被打死。这样白的打完一打，嗯，打出来一打，好一打，把黑棋两个吃掉了，那这个黑棋应该是失败的。嗯。但是他是只靠这个变化就觉得虎比立好吗、哦、应该不是，应该不是只一个变化、就说、嗯、就我当我在查如果白棋黑棋立的时候，他是白棋会靠这个了、嗯、那实战的话黑棋虎这个他是没有靠的，嗯，因为他可能认为这个靠在虎的时候这个靠本身就不是好棋了，嗯，但是立的话有可能就会靠上去了，但是我想这也是很细微，他认为这个立也不是说就不好、嗯、可能这个虎他就是那种感觉，觉得这个我可能我更倾向于虎一个、嗯、这两步棋都可以下、嗯、都可以下，但是自己再仔细的品品，哎，对，就是那种如果真要选的话、嗯、就你觉得两个都差不多，真要选就是第一反应还是虎吧、嗯、就是白棋靠这样黑棋应该是会靠这样会靠起来、嗯、这样白棋没有挖了，但就不能反击，白棋就只能再长了，他觉得这样可能、哦、这样的黑棋会舒服一些，舒服一些。 嗯， 嗯，真的是很有意思的一步棋。这个局部都很细微、啊、这个就算是我这个在实战当中我想到了这步棋，因为我可能本来想下这个力，嗯，后面想想总觉得这个力还有什么地方有点不足，差一点点，可能虎会更好。那就算我想到这儿了，我可能也不会有人下这个东西，你很难把它放到棋盘上。这个假虎口啊，我自己二路下了个假虎口。不管怎么说，这是很有意思的一步棋。就我觉得，不管是我们职业棋手，然后还是爱好者，都可以自己去品味吧。我觉得他的棋不见得我们都是模仿，或者都是只是看看，
那我们可以更多的时候是去感受，嗯，毕竟很多下把给出一个新的思路，嗯，就是说这些新的思路呢，可能以前不管有人尝试过还是没有尝试过，嗯，就是多去尝试它，可能这些体验就是不同的，嗯，就这两个子，这两个的这本身的区别可能很小很小，嗯，但是挺有意思，回味的，是，最主要是黑棋还之后呢，白棋这个后面的变化就更有意思了啊。因为当时你这个刘老师提到了这个提和立的区别，马上就能看到区别，因为黑棋虎的时候，白棋立刻扑进去了，这个也是吓了我一跳，这个地方扑进去打劫了。我估计他当时提的时候也没有去想到白棋会扑进去，因为这个题我觉得他首先会想的是怕不怕白棋扑，然后他如果一般有时候如果怕白棋扑的话，黑棋会立的，他如果不怕白棋扑他是会提的，嗯啊，然后我白棋确实就扑下来。阿尔法狗的变化里面，它倒是没有这个怕或不怕的概念，它都、嗯、很多想到，它、嗯、就是。但是我在查它的一个分支，比如说当我在查这个立靠啊什么样的时候，它、嗯、有时候会想到这边白棋尖冲过来一些变化，嗯、就是靠完之后、哦，那么可能跟局部死活真的是有关系。有关系。那如果立的话，这边靠完再尖冲的话，黑棋可能是要担心死活。那这样提、嗯、可能局部死活是有点好处。嗯。他这个扑可能是不是也是奔这个去的？我想，对这个首先，黑棋这个地方，我们的感觉是不能被扑回去的。嗯，比如黑的提劫，白棋找一个劫提回来，黑的这个接好像是这个有点惨。首先很难看啊，嗯，就新疆说就是颜值太低了，颜值太低。其次就是说这块，如果说你在这里面是很坚固的，那么粘一个倒是。也无所谓，难看就难看点，嗯，但主要现在就是刚才这个方老师说的，这白棋是有可能从这地方尖冲把黑棋分断，嗯，黑棋自身还没有那个完全安定，被分断完之后这眼型又这扑扎一下就完全是，还是那他不能粘呢，那就是只能提了，只能提，嗯，就是这个劫呢他是不能退缩的，不能退缩他好像也不太能输吧，嗯，这个劫也对，因为这个如果被白棋感觉提过去的话，主要黑棋这步棋好像，嗯，就效率就很有问题了。对，这步棋是想是主要这问目的就是想攻击白棋，但是如果被白棋提回来，那么这步就非常差。嗯，那这个白棋这个扑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骚扰，我觉得。他这个骚扰很有意思，最主要是他骚扰吧，他也没有劫财，仔细看一看，他白棋没有合适的劫财，对，对，可能就是时机问题，他只有现在骚扰才有成效，嗯，而现在这个时机有没有劫财，但是呢他也无所谓了，无所谓，对，实战铺完之后呢，白棋就跳了一个，哦，非常淡，嗯，然后黑棋因为不愿意输在这个劫，嗯，他可能觉得也是有所收获吧，打师过来，啊，嗯，这样的话呢，这个局部来说呢，我们可以看一下。等于白棋扑了一下，对，本身黑棋这步吃，当然它的大小我们先不去问它，只是说当它吃的时候，白棋这个扑是非常损，损了，对，损了很多的，嗯，因为本身白棋有一路打做劫的手段，做劫，嗯，这个在白棋有的时候要这块棋真的要做活的时候，这个劫还是挺关键的，嗯，挺救命的，还差了半个眼吧，就是。嗯，就打劫不有一只劫眼嘛，嗯，实战的话就局部就没有眼，对对，嗯，这个眼有可能是个救命的眼，对对啊，但是这个扑完这一下之后，这什么手段都没有了，但是他也同时迫使黑棋吃完这个呢，他自己的白棋清了，是不是这种感觉？他反正也迫使白黑棋就是在二路去破多下了一个，嗯，多下了一个子，但是那个劫他骚扰到了，但是同时也付出了一定代价，嗯，也不是说是。什么都没有付出，免费骚扰一下，这就双方的一个得失之间的一个转换啊，一个很细小的地方啊，这像这种地方我觉得判断都太难了，到底是白就这几步棋是谁便宜了，他认为都差不多差不多，嗯，而且白棋就是一定要那个时候扑，不能先跳嘛，等黑棋攻的时候再扑，他就觉得那个时候再扑黑棋可能就粘住，有可能就来不及了啊，有可能如果就算不是，有可能就是说比如说黑棋在攻的时候，嗯，白棋在扑，黑棋就粘住，那么这几下扑其实意义也不是很大，嗯，可能就是先扑你看你对，而且这样如果粘住我再就扑完的话黑棋也不可能走这个，只能走二路去杀吃黑吃白棋了，嗯，这子的位置就变了，对对，下到这里现在黑棋吃，嗯，然后白棋可能觉得上面轻了，然后白棋就靠，
这两个刚才这个十二点说的两个点，一个靠，一个叉，都走到了白棋这边。黑棋在这个局部花了很多手数，是，而白棋好像一二三四，而且全是在一二路吧，那个真的二路上没少哥。然后黑棋翻。单粘里后飞，这个真的开始要真正的攻击黑棋这个位置。嗯，咱们能先点一下目吗？因为我这个在欧洲给我的一些学生啊讲，其实老说这个问题，说这个其实判断非常重要，就说白了就是在你对后薄判断不清的时候，最靠谱的就是点目。嗯，这个时候能把目点，我觉得毕竟好像很多空都慢慢要成型了，感觉。嗯，这时候黑棋的目数应该相对好点一些。很确定吗？嗯，这边还是十六目吧。十六目。对，十六。这个是十二十六，二七二八就三十，三十二，这一二三四都是提的。四十，这四十五、四十六。四十六目。这六目棋。嗯。黑的目数相对来说是比较确定的，四十六目。那白棋，白棋呢？这个地方的话，如果说算白棋顶打和黑棋提掉的话，那么上面就有破绽。嗯，如果算黑棋提掉，白棋补上面，那下面也有这个官司，所以这个局部白棋欠了一点目吧，应该说。嗯，具体怎么数，可能有八九目吧，算到这里。嗯。八目左右，八目左右。嗯，然后这边算十、十二、十三、十五、十七，那边也就是根据感觉大概有十目多一点。总体来讲，白棋再加上这边应该有三十五目棋左右。哦，这样黑棋是四十六，白棋三十五，大概就是黑棋旁边有个十来目棋，旁边十目左右。对，然后紧接着就这两块。嗯，对比了，嗯，就是这半边感觉不确定因素比较大，嗯，就是说白棋不止三十目，嗯，就是如果白棋将来是不是很厚的情况下，有可能这一手棋把这条边全都围上了，那就很多目了，对，这条边可能就已经有四十目，嗯，但如果是周围黑棋很厚的时候，是不是这边黑棋动手？黑棋动手的话，白棋目就会。急剧下降，急剧下降。那如果咱们推测一下，就是咱以白棋的这个战略战术来说的话，嗯，那白棋这个攻击的目的是什么？他希望得到的一个战果是什么呢？嗯嗯，他希望就是说把你攻的他自己先手能够联络好，然后把你就是都是攻的单关自己做活啊，他能争取到一个先手之后再抢的那个。哦，我说理解就是你一定就是说攻击黑棋这块，嗯，让白棋这边获得安定，然后白棋先手把这个角一补，对，这样的话黑棋贴目可能会比较困难。是，因为黑棋现在这个目数四十六目，黑棋好像长目的空间比较小，对，黑棋好像这棋感觉下到最后也就是五十来目。很难过五十了，不再多了这个。嗯，但是白棋像我们前面师傅说，有可能白棋这补一手棋，对，这边就有四十，这边就已经有四十目了。哦，再加上这两边，这黑贴目太困难了。嗯，对，白棋的目的，师傅所说，连后通过攻击，然后抢先手，完成这两个目标。对，那就说黑棋就是要针对这两个目标，不能让白棋做到这两个。对，其实我们下棋也要就是，嗯，业余爱好者下棋就是。还是目标的明确，就是，嗯，就是围棋，就是知道当下我们要干什么，是是是，目标是什么？明白。就是从这个攻击开始，黑棋后面的很多制孤的手法，嗯，非常有意思下的。所以是为什么我说希望能判断形势，嗯，这样对现在有一个大概的了解局面，嗯，可能对之后的这个下法的这个认识就会能好一些。嗯，实战呢，黑棋点了一个。穿象眼，这好像现在还在追究白棋的问题。对，这好像是白棋一个五个子的一个小堡垒。对，他是先叫做以攻为首，说这个最好的防守是进攻，有这个说法。哦，这个反正我的第一感是先自己先出来再说。这个是正常的，我们正常容易想到。对，他也看的我也问了他这个，如果黑下二白怎么下？嗯，白棋就会靠一个。靠完虎，啊，
觉得白棋首先这步棋一个是让自己的形状变厚，走得更扎实，另外一个是破坏黑棋的形状，破坏黑棋眼位。这边的话，这个将来有可能会被刺掉，这个目数好像已经好很多了，已经这个点打线手，而黑棋很重了，对对对，这样黑棋好像确实有点难办，这长是不是就直接被断掉了？对，可能黑棋也看到这个就是不太舒服，不太舒服，就是我觉得如果就是这样黑棋这条方向逃跑出来的话，有可能前面史哥说的这个两个小目标很难实现了，白棋很容易实现，应该很容易实现，因为这个眼见的，比如这样出逃，白棋可以先把这样吃掉，然后攻击的手法，从这一代，对，大概，比如说这一代做了，好像这边就已经很容易的。已经慢慢连上了，连上了，那黑棋还要跑，那不是这两个目数白棋已经得了，这样的话白棋看上去先手也是基本上没有问题的，能抢到先手，这样简单的黑棋简单的出逃是不是形势就会不太乐观？太好，对，他觉得这样黑棋形势不是很乐观，所以他实战是选择这个直接攻击。这步棋还真是很出乎意料，对，而且下棋的时候不见得有勇气这么下，因为这块棋现在黑棋已经非常重了，你还得去追求白棋，很容易白棋就是缠绕在一起，自己无法脱身，实战白棋是压的，这我如果简单的就上面应该下面会怎么样回贴，如果白棋回贴的话，黑棋这时候调这个交换一下再出头，因为他认为这个交换可能影响到白棋的厚薄，这样再出头的话白棋就可能很难追究黑棋的形状，如果这样白棋不走，黑棋好像可以冲这个，对，一拐冲完拐是吧，是，但是如果说他直接这么下白棋是会怎么下的？如果直接这么下，对，白棋预计是拐一个，因为这个现在点可能是点不到了吧，点的话肯定不会挡了，可能现在点来的应该是上压了，对，推上上压，再冲，是在爬过吗？再爬过，再爬过，爬过，这个黑棋好像比较危险了，他认为如果是这个时候，黑棋可能是会跳的，白棋刺一个，粘上。白棋把这一飞，这样首先白棋这边就是完全的连后，基本上算是，那黑棋还是没有安定，对，就这个目标好像实现的比较快，但是没有，他也没完全实现，因为没有争到先手，现在黑棋还可以脱先了，就是会黑棋抢先动手，对，他应该是会走那边，然后这边可能有些官子啊什么之类的，便宜，他是这样也是一种下法，但他认为那个可能更积极一些，这个可能就是我们能想到黑棋这个说到我们能想到我们那如果点一下点着这下如果再跳的话，那白棋是不是只有这边补棋了，对，如果白棋这边补一个比如说是小尖一个，小尖一个，黑棋天上尖吗，对，这样等于黑棋快了一步，对，这样的话白棋再去就相当于刚才如果要风头啊各方面就差不少了，他步调快很多了，你等于毕竟是这个时候白棋尖了一个，这个损的可能还是有限，这地方没有问题吗，比如说我这什么最俗的靠了打先生靠了顶，有没有可能他是不是有挤进去直接就断掉，你如果断了冲一下扳住，有一点点隐患是吗，不是很痛，看不太清，我觉得白的也不一定就是不见得，黑的可能可以先冲这个吧，冲完再挤，冲完直接接入，冲白先生冲黑的可以接这个连上，那白的可能会断这个，这样黑棋白棋是不是也有风险，也这样因为自身的形状好像白棋有点薄，未必能拿得住黑棋，就是喊他，那就说这个点也点一下不见得亏啊，将来
就是将来黑棋做眼的时候可能会点用这个冲断，嗯，就是或者说整形的时候这个冲断还对黑棋自身形状可能有一点点帮助。反正总之点入白爬过去黑棋应该是不太会亏，嗯，对出头是有帮助的，对，可以这样理解。但是就是说我嗯有时候下棋可能不太敢这种，因为是先想到的就是说怎么处理这块棋，对，直接点到这儿，嗯，确实心里很有想法。这个实战也是下出一个比较我是比较惊人的变化，嗯，压的时候呢黑棋再冲一个，嗯，然后白棋贴着，这两个子基本上已经死了，对，没死透，就对，没有死透，但是这个呼吸极其困难了。然后黑棋打对，黑棋好像是拐的，啊，对不起，拐错了，拐这个，嗯，两个暂时放了，不动了。这个就反正就不太好理解了，就我们可能要看到后面的招吧，才能一步一步。毕竟白棋不能让黑棋活，啊，基本他先点这里，这个点很凶。连半个眼都不给黑棋，嗯，正常来讲是从这里飞过来了，嗯，所以他可能是担心这个扳然后靠吧，扳会把他挡了，靠了，嗯，啊，现在白的是不是不太敢扳进去，啊，如果扳呢，扳黑的有没有这种，哎，那不是跟有点不一样，有点不一样，就是粘，哎，嗯，我看看次序，比如我就算立吧，啊，黑的这个尖先手完是不是要这冲啊，哦，这个有气的关系，气比较关键，断还给马白棋一下，嗯，就是我们来看一下，就是简单的白棋这样先打吃掉，确实先打掉，如果白的把这边都收下的话，但是这冲白棋这边的形状好像是有问题的，好像已经收不住了，已经冲再冲，嗯，再冲再冲再度，那是不是打有可能是这样卷，我把杀那边的变化，嗯，有可能黑是气死了，有可能，嗯，直接卷那边了，因为这个木手已经差好多了，对对，打不打掉，可能不打掉，有点撞气的可能性，嗯，这个白棋应该不行，嗯，这我们可以看白棋打拿不住黑棋，嗯，是不是黑的黑就算，嗯，就算气，这就算气，直接就靠出来和白棋，啊，是不是？石哥还不放过白棋。你说从这边走也可以，或者说是这个地方直接走，这个也是不是也行？嗯，而且贴下去顶，那这个粘也是后手，啊，这个，嗯，这个也非常好，嗯，就是这两个失血太多了，嗯，然后这块还跑出来。对，嗯，这样白棋是就这个，嗯，也就是说，如果飞。黑的在靠的时候，白棋大概就不能搬进来了，嗯，只能就可能缩回去了。这个眼差好多，这距离。黑棋里头留着一个眼，黑的可以这样不走，走在保利。哦，这样他那这样就是先手一只眼、啊，那就活起来比较轻松一些。对，啊，就是白的这个飞好像，对这个点也是比较狠，嗯，这就把你的眼给你歼灭掉。实战呢，黑棋是挑这个，嗯，要先，哦，对不起，他先冲了一下，嗯，自己先冲的，然后挑，这个冲，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冲一下，他可能，但是我觉得冲是随时都可以冲的，嗯，他可以因为这个白棋也不会去吃了三个，啊，对，白棋是爬回来了。他实战是挡的，挡住啊！我也确实有一种为什么不爬呢？就觉得挡好像有点影响。他是爬的目数特别好，对呀，啊嗯。但是这个爬有一个问题，那边应该可以直接从这儿杀出来了。啊，这个很复杂，但是因为白棋断点比较多，对，我们前面说过黑棋这两个子呢，就是基本死了。但是其实他还没有死透，还喘着呢。对，就是当黑棋跳，白棋如果从这边爬的话，黑棋是要杀出来的。他一旦杀出来，这个白棋也是，白棋自身也这个刚欠了一手棋，我们可以看，黑棋这刚随时有一冲。嗯，这个是就算咱可以再摆两步。嗯，这个大吃长，大吃，嗯，这个也很吓人啊，黑白棋这个一旦拿不住。
是这样，暂时看不到白棋有什么好的。白棋的毛病很多，这段冲，这段断，这三个，这两个都没有。嗯，这好像这堆子好像有点显厚的感觉现在。嗯、对对对。那这样白棋应该是不太好，嗯，所以他实际上先把等于是断把这个挡补住，把这个冲都顶住了，这样的话再顶出来，白棋应该就不那么担心。对，这下这三个还在喘，这不喘的不是那么顺畅了。要实战的这个黑棋拐出来，还要继续救这几个。这个你只能说拐。嗯，不能说拐出来了哦，对，就是拐，他出不来，好像出不来啊，出不来，拐一个，然后就说他已经气死了，这搬就搬死了，搬死了、嗯，这是彻底不喘了，哦，这他就是，既然拐了，还是要继续搬要搬，嗯，他开始进行一个局部的弃子，我是觉得这张弃子挺漂亮下的，嗯，这还真的是得把这个后面的变化摆出来，让我们能够感受到断、嗯，这四个是彻底死了，嗯，但是呢，这样就被黑棋一打吃，转身跑掉了，嗯。然后白棋一贴，这白棋这四个字气反而挺紧的。对，这等于是黑棋从中间跳又出来了一下。嗯，白棋有没有可能不断这个呢？咱们是吧？石头有问题啊，那、哦、就不断这个、啊、是吧？对，你就不愿意被我这个便宜不愿意你就是？那你准备下哪？比如说虎一个，先把你这边的头给封住。虎一个属于长形，那虎一个的话，他可能会贴这个，贴一个。嗯，就是说白棋这边一手棋。不是那么好吃黑棋吗？嗯，他也是，对，他也认为应该尖一个啊、嗯。这样呢，黑棋顶一个，哦，他就弃掉了，弃子了。这个可能还是需要补一个， okay, 对，需要补一个有尖啊靠的手段，所以他再补一个。嗯、黑棋把这个照过来，啊，就说那边也是一下就把白棋，他也认为这是一盘棋，也是一个差不多局面。不得不说是一个很宏大的构思，就应该是从黑棋这个穿，他就已经想到了，应该是双方都看到这个类似的变化了。这我们可以判断一下双方的得失，是吧？这就是相对来说目的问题了。嗯，石哥本来白棋这两块棋当时是当时点的大概十五目棋左右，十五目棋左右、那现在我们我这等下要吃题的算了，这边是嗯35 45 45，我觉得现在差不多50目，不知道差不多35，差不多50目，稍微欠的，因为有点薄，白棋有点薄、是不是这个地方的刺应该有点先手味道吧？大概算刺粘上打一下，不知道这里补能不能，就是说再往外面补一点，那就是，那这个地方先来提会不会？白棋就会优的话，我就算了，我这两个就不要了，不要了，棋就管在上面了，对吧？那这个头对这边好不少啊。大概就是白棋增加了30多目棋，嗯，黑棋好像增加的也不少，嗯，那时候还因为这边有断的时候，就这断毕竟是先手嘛，白棋补回来吧。断的话，白棋、看一下这下面断、啊，这样的话，这个尖好像对，如果说不补，这里被粘了一档，是好像要出问题。嗯、黑棋这个力对着白棋这边是先手，白棋对这边也是先手。嗯，就白棋现在要做活的话，做活要做这个眼，正做这眼，那黑棋立这个，断，这样就出问题了，白棋。嗯，所以断的话是先手，白棋只能补在这里。嗯，大概是补在这种地方。如果你是尖的话，或者说七星，就感觉好吓人。那这边有一些对，好像这一穿已经有点问题，看不清楚了。对对，我贴黑的，这至少这个跳是先手，这外面好像限制更多了。是，但吃的很难受，这样吃的。那就是他也是没什么办法，所以他补的是这个。在这里啊，白棋增加30多目，那黑棋如果这个都死掉的话，下面已经是10目、20目、22，算到这儿已经有30目。嗯，然后这个地方这两个子吃的，这还有两个，24，好像黑棋所得也可能有40目。嗯，但是白棋的好的，他得到了先手啊，白得到先手，他可以下那边，然后这边可能还有一些味道吧，毕竟。啊，他也认为这期是个差不多的局面，也还是能接受，双方可以接受的转换。但是当时实战的话，可能白觉得他那样吃掉更实惠一点，可能就是至少从黑棋的角度来说呢，这个转换不怕，就是至少是完全可以下的这么一个结果。所以他当时就是选择了这个，而不是去单纯的去跑。嗯，他就想到了说这个地方是要可以去弃掉的。嗯，毕竟把包袱甩掉了。嗯，这个穿
一步棋其实看上去很简单，但是他之后要首先要算到这个变化，对，然后要判断这个变化，而且这个变化只是其中的一个变化，对，像包括实战这个白棋断，对对对，等等，包括后面那个顶猴出来那所有的变化在里面，对对。围棋还是比较奇妙，嗯，就是人的话他不敢这么算，他可能能算到这个变化，然后怎么样，但是他怕是万一中间哪个环节出现一点问题，那可能就是崩溃了，所以他不敢这么来，对，就有时候选择会相对平稳一些，一个地方出现纰漏的话，这整个的构思有可能完全失败，这个战役都会出现巨大的问题，嗯，好，实战的话等于白棋断，先把这个最实惠的拿住，吃住，然后封住。白棋虎，挡住，全部撑住。第一感总觉得好像黑棋挺危险似的。对，好，白棋吃，啊，二是比较狠。这个吃真的对对手残忍，对自己也很残忍。白黑棋长的时候。他只能自己再吃回去，对，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白棋争子是不利的，所以有这么一个争子打这个，因为现在走别的都来不及，长的话被吃掉，白棋只有这样形成一个争子，感觉那个子刚好争不掉，刚刚好白棋这个子和这个子都用不上，黑棋这个子是用得上的，是争不掉黑棋，对，争不掉黑棋，那白棋就不能这样下，打完之后只有回去，强行先把黑棋打断，否则这被打死了，等于是，对对，只能是打吃回去，然后黑棋这一棍子很舒服，能把白棋闷回去，非常愉快，舒畅，白棋提亮，嗯，然后黑棋再虎过来，啊，这个变化很神奇，哦，对不起，他是在打抽之前先打了一个，啊，把这地方。交换掉了，这个也挺有意思的。挡了一挤，嗯嗯，一挡一挤挺有意思的。白棋是实战是吃这个，嗯，黑棋一立，白棋占，嗯，因为黑棋这个地有先手。对，这个前面石哥也说到，白棋如果吃这个的话，黑棋这个打是先手，一断，下面直接做出子，这样黑棋打，提到一个大劫火，成为大劫。所以他在外面没走的时候他先交换这个，如果说白棋为了便宜点目数而去选择吃这个，那可能就不见得会去这样这边这么下，对，黑的有可能就不见得非要就虎这个外边了，嗯，这个目数确实便宜的很舒服，是，这个目数，这个利益之后黑白只能外粘，这个进来会打回去，嗯，然后这个时候黑棋再补上这个，我们说到这个白棋前面这个断打，对，是对对方残忍，也对自己残忍，嗯，因为很直观来说，我们看本来是这个形状，白棋本来自己补回去，白棋是可以自己吃回去的，嗯，自己吃回去呢，当然这个没有断开，对黑棋的压力小一些，但是自己呢也没有被这样被打回去，嗯，其实，这个变化我们相对来说。更容易判断一些，这样的话反而黑棋是不在哪里，应该虎吧，还是应该，你好像听你前面，哦，对，跳这个，我不好意思是跳前面交给我一下跳啊，就是这个变化，我想了一下，我们可以怎么说呢，首割一下，嗯，我们把这些棋子拿掉，其实脚上这几步交换呢相对来说还好，就差不多，差不多啊，嗯，我们回到这个形状，相当于这个形状，黑棋我们前面说的这个跳，出头，就是这个所谓的靠啊，然后虎过来，靠了虎，虎的时候呢，黑棋长，我们本来说这个长是不行的，但因为直接就直接被断死了，嗯嗯，但是现在呢，实战的效果等于长的时候呢，白棋跟着硬了，嗯，黑棋搬，白棋挡住，把黑棋跳，黑棋跳，哦，这里面等于先损了几个，对，这里面这几下交换肯定是损的。等于是这几个交换，但是看损方也还有限，损。对，毕竟是
首先白棋也是活棋，对，首先白棋活棋就是一点木数，嗯，那同时呢，这个地方呢，紧个白棋口气，白棋头有一点软，这个稍微有一点关系吧。嗯、这是白棋个扑，可能有点白棋过了，有一点点关系。嗯，黑，但是不可否认，黑棋这几步棋呢，肯定是损了一点，嗯，但是损的呢是可以承受的。对，那黑棋的所得呢，我们前面说，主要是长的时候，对，长白棋又搬了一下，嗯，黑棋顺利的整形。对，石哥，你看我这个。可以，这样分析可以吗？很清晰，很清晰。嗯，是不是可以说像这样黑棋还算是成功的？嗯，这也就解释为什么白棋宁愿自己被打回去，嗯、也一定要让把黑棋的棋形也拖累上。嗯，这个其实从这个穿开始，我们首先肯定是想不到之后能够进行成这样。对，当真的进行成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再仔细的去判断得失。然后再去想这个前因后果，其实是能够，尤其是有樊老师这个讲解，我只是负责传达这个传达他的这个想法而已，让我们比较对这个局部有了一个比较清楚的，能够更好的理解它。所以这个也印证了最好的攻击就是防守啊，不是最好的防守就是攻击。有时候你自己出头是单纯的去活棋是很难受的。嗯、啊，你先去攻击别人的这个弱点，伺机的去整形。对，这个战术应该是对，是跟对头的，嗯，战略战术，嗯，所以实战咱们又回到这个变化，嗯，被打回去这个变化，嗯，这是黑棋补助，嗯，白棋刺，嗯，黑棋把这个占掉，打吃。白棋不依不饶打吃，嗯，这个前面被打回去不能白被打回去，白被打回去，黑棋吃，这都是必然了，一本道变化差不多，黑棋再贴，黑棋炒，嗯，这都必然了。之后的黑棋这个联络很有意思，黑棋是挡在这里联络，一手棋挡住，如果能连上，这确实效率很高。那我们可以看，如果黑的只能接的话。这白的应该会冲出来，嗯，还黑的形状不太好，这边好多先手啊，这边 对这边先手很多，有点碎啊，黑棋的形状，黑棋一眼看着奔着这个白花花一片去了，嗯，这个挡住没有冲断吗？他可能这个时候应该打这个，是不是打不到了？嗯，打到是不是黑棋也不怕呢？也不怕，哦，就算打到，嗯，我们来演示一下，嗯，打。现在断是不可以断这个，嗯，如果说我做这眼，坐在哪儿好？石哥，你先看看啊，先看看吃，我们先把这个，嗯，这个我反正上面不管，我就算贴一下吧，贴一下绝线，嗯，啊，我贴板的可以一样，扑你扑这个也是死的，不也没关系是吧？对，就算他直接打掉，嗯，我一冲。这样，那白棋是接不归了，这样七个子连不上，对，这样这一趴就死掉了，七级，嗯，也就是说断的时候白棋已经不能吃了，嗯，那可能已经不太行，嗯，不能吃的话，白棋只能是补这边了，对，不管说白棋这边走哪，黑棋吃一个是活棋是先手，嗯，看一下，比如说就占一个最简单的，对，这样。还是要杀，还是只能再继续搬？嗯，黑棋还是最简单的，把这个两个子搬死，白棋也不行了啊，因为那边是吃不掉黑棋，因为这个贴是先手、嗯，这样白棋是不是就杀炸了？这样就炸了，把自己弄进去了，嗯啊，原来是这样，所以说这个白棋是不能冲掉，那这个黑棋的联络效率好高啊，嗯，就这样子，一手棋就挡住了。而且这边又把白棋封进去了，那这白棋岂不是没有什么收获？不过实战白棋好像拐了一个，拐一个，嗯，拐一个黑棋还能再硬吗？实战就是黑棋没有硬，黑棋断这个。拐一个的话，如果黑棋再硬，那么白棋再去看看这个打这个就有不同，就不一样。再看一下，看一下，黑棋硬了，白棋打吃，嗯，有个现在有个这个子，有什么不一样？
是当场断，可以再断。对，那么白棋就很从容，然后就是刚才那样杀，因为外面黑棋还欠这手、哦，因为这有这个打吃了，真打就争死了，加也加死了，黑线只有补，补一个，那白棋就下面随便走一个，对，就活，白棋活，黑棋死了，嗯。就是这个拐是先手哦，白棋也没你想象的那么惨，对，是吧？也没有完全是一无所获，嗯。但是这个一定能打到吗？也是一个疑问。他实战是断了、这个，他实战是断这个的，嗯、断这个。嗯，你这个人不能断，这是为什么不能断里边呢？断里面那肯定是怕白棋吃掉，担心白棋吃掉。那我现在再走那个边，我现在补这边不是已经解决了刚才的问题了吗？我们再摆一摆啊。如果说白棋还是这么下，挡住，嗯，白棋断，黑棋打吃，黑棋打白棋，哦，还是有争子的问题。哎，白棋团，黑棋爬回来，嗯，白棋吃这个，这个子是被争掉了，然后黑棋可以从这里。他吃对，嗯，一粘吃完粘上，嗯，这样是不是白棋应该这样白棋杀不过？对，白棋也不行、嗯。对，但是我想是不是他觉得断这边很损，断完之后，哦，哦白棋呢、嗯？白棋将来冲完之后，就说吃回去啊，嗯。哦，就是我虽然能粘上，但我这还有个断，还有个断。哦，这好复杂呀、啊，这。嗯，他觉得断这一下损木。哦。有没有这种可能性？有可能。有可能。他实战断这个呢，白棋反而有点麻。有点麻。嗯。白棋如果接上的话呢，黑棋会木数会好一些，比断这边好。嗯。如果白棋吃掉的话呢，哎，他觉得吃掉三个子也可以满意，这样就实战结果了，黑棋吃这个、嗯、然后白棋这先吃了一下，嗯，黑棋提亮，然后白棋提，哦，哎，怎么，哦，对，提，对，黑棋吃，这样形成了一个，就这块黑棋是彻彻底底活了，现在、嗯、不会有死活问题了，嗯，没错。对，这个冲和这个下面结合、嗯、还吃了不少木数，嗯，对，不是，还不是说是单关连回，还吃了些木数。现在这边的木数的话，原先石哥是判断白棋有十五木，最开始，嗯，那现在呢，白棋这是八九十十一十二，这么能点吗？差不多，差不多十三啊，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十八木，十八木，十八木棋，多少棋？多少木？但是黑棋呢？黑棋将来打一下提下，这有一木，嗯，这是没有七八九，黑棋十木，十木。十目减去白棋十八目，十八目白棋剩八目，八目，就黑棋的目数便宜了。但是这地方如果现在该白棋下嘛，白棋如果把这四个子吃了的话，可实战白棋没有吃了四个，白棋是挤的，为什么不吃了四个？哦，他是挤这个的实战啊，他吃的话可能怕担心被冲死了吧？如果白棋现在爆吃，嗯，哦，说我好像看明白了。嗯，然后就直接把你转进去，冲的时候可以猴是吧？对。那、哦、这形状不好，但是好像比较有成效，这个对，就先冲就完了。这个白棋看上去冲出去了，但冲出去之后是没用，还是死路一条、嗯，还是死的。黑棋打是先手，就是这四个子看似是宰白嘴里，但是白棋好像吃的也不是很安心。对，嗯，所以他先把那个补上，哦，这白棋补那个。而实战黑棋把这个吃回来，吃回来。如果黑棋长的话，白棋应该是可以再包吃、嗯，是不是下面就安全了？哦，差不多，应该差不多安全了，因为下面还有半个眼。或者就用，反正、哦、吃的，包吃也行，应该包吃大概也是比较安全的。如果他断冲断，嗯，再长再拐出来，是不是稍微有点看不清？嗯、看一下，嗯。我觉得白的那不怕，哦，白的下面下面白棋的下面有眼，那应该不怕，嗯，啊、嗯，黑的拐吃，白的就算提掉，嗯，对，黑的把白的分断之后，白的下面打吃完一火，打一会已经火了，对，下面白的这个地方是有一个眼的，嗯，那这样也可以，嗯，嗯，
他的几个，就是为了先手先手补这个断、嗯、所以黑棋实战选择吃啊，黑棋一毛不拔，对，但是白棋虎，但是这个战役感觉让黑棋还是很有收获，确实黑棋这边把这块棋处理好了，顺带着弄走一天幕，然后这边呢这四个也没死，对，好像是白棋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是就这四个当时拔的还在这儿。嗯，对，那整体来讲就是黑棋这个点和这一串比较成功，比较成功。 嗯， 嗯，那这个时候是不是应该黑棋形势一片大好了呢？还是差不多，还是差不多。上方依然认为这棋很焦灼啊，就是可能黑棋看上去我们怎么一分析觉得黑棋哪哪都占到便宜了、嗯、但是好像白棋全局来看是不是在这下边这一带，对，实战的话白棋飞过来占到黑棋这块棋，好像咱们最初点六目棋，那现在安定是否一定安定也是一个未知数，有可能要被白棋搜刮，对、嗯、你比如说现在黑棋如果就当然下面不管是挡还是虎都可以做活，对对对，那白棋是不是这个地方再加一刀，对，那有可能，那、啊、这边的目数又可观了，嗯，就白棋总是能从另外一个地方把它失去的，如果咱们只算这个战役的作战这个总账，可能不见得、嗯、白棋可能不见得划算、嗯、但是如果是再算这可能全局最后一个大场了，是白棋下到是不是白棋就可行了，他当时的那个两个小目标嘛，连后把这块处理好、哎、确实做到了，再争先手，确实做到了，虽然说可能目数稍微损了一些、嗯、打的方向还是很，对对，毕竟 这两个交换和已经把损失基本上补回来了，对对，这非常不经意间这个挤也是有一些、嗯、有一些价值的，这个挤价值很大，然后糊过来都 是经常是不经意间就把这个好像差的一个补回来、嗯、总是在就是棋盘上做各种各样的转换，对对对，也总是一个双方啊都差不多的这么一个交换，就等于他棋非常紧、嗯、永远很少能看到他下得很松的时候焦灼，实战黑棋也是不能容忍白棋把让白棋把黑棋收回去，他飞了一个白棋跳，黑棋提，然后白棋这里，还是让黑棋这块棋没有那么容易安定，对，白棋也走后自己，这个时候呢黑棋突然之间就决定靠啊，就得洗活白棋，那黑棋也判断说单纯走肯定是有一定风险、嗯、这边不能让白棋全都成功，但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慢慢形势白棋觉得不乐观了，不乐观了，对，黑棋觉得形势开始比较明朗了，对他、哦、但是你所说这个不乐观就是说是不是差距很大的，不是不是很细、也是一个很细微的、这个、对，非常细微、就是、双方觉得就正常进行下去也就是半目胜负的样子，也就是略好你那么半略好一点，对对，就稍好那么一点点、嗯、这个只能就是在两个 AlphaGo 眼中对有一方稍微，对，比如说他认为在从这个技能下去的话、嗯、黑棋有就是半目胜的这概率会越来越大啊、嗯，而白棋这个半目负的概率会越来越大，所以白棋觉得自己这个形势很难、嗯、不太好下了，慢慢胜负也就在半目之间，对，也在毫厘之间，而实战白棋也是尽量想去对这个黑棋产生压力、嗯、毕竟有两块白黑棋不活嘛，是打吃一粘、嗯、冲了一下吗？哦对，不好意思，白棋先冲了一下、嗯、现在是加号中间、嗯、黑棋活棋，然后白棋打吃，白棋希望通过攻击这两块黑棋能够达到最大的利益，能吃掉一块当然最好，嗯，吃掉也让你活得很惨，是吧？嗯，黑棋也不愿意被白棋，实在是，非礼往上活，就如果扳住呢？扳住下面做眼，嗯，白棋会加上吧、啊？从上面加、嗯，这样的话，黑棋会不会走一走？这白棋都有点危险了，嗯。哎，黑棋现在是不是如果做好整吃这个活的话，那可能上面这个子，哦，吃这个白棋这个吃好像，是不是都有先手？对对对，难受了。嗯，哦，这个形状将来太难受了。破眼还白棋还可以立着破眼，嗯，这个太难受了。这样的话，如果白棋这边走后的话，这个角是不是
让你小活脚上小小的活一块是不是都可以接受？脚的话，如果走后了，白棋甚至可以从这里直接把这个子吃掉，哦嗯、就这样把这个下面这子吃掉。啊，对，当白棋这外面非常厚的时候，嗯、因为它就很厚的话，就不怕黑棋从这里打过来啊、哦，或者就直接吃这个也可以，哪怕这个从脚上做活啊、嗯，整体杀黑棋。就是说黑棋，不仅是要做活，现在任务没这么简单，还要间接的去防守那边，对对。要两边都照顾到，所以说黑棋这个挡是不行的，要去上面做眼。嗯，那白棋就继续、嗯、继续追杀黑棋这块。其实这都是打吃了一下啊、哦，然后他护住，先把这个眼破了。嗯。这下面马上是马上度过、嗯、很舒服，度过很大，不仅目数大，还就是双方厚薄、嗯、所以黑棋吃不能容忍，吃一个眼也吃到一个眼，白棋继续冲，嗯，粘尖，这招招都在眼视影响，要吃掉黑棋可能已经比较困难，实际上黑棋刺了也是接受，嗯，给白棋的形状是不是留下一点缺陷？活棋之前，嗯，那、啊、这棋白棋是只能粘了，嗯，黑棋侯爷，这白棋就不能强杀了，没法事，你有这个刺了，嗯、这个确实薄了。就如果你吃的话，强杀就只能下这个吃，嗯，好像黑棋虎，有虎，嗯，这马上这个打吃是先手，对，这要命了，把黑棋把白贴死了。因为黑虎到这儿，白棋就无法完成封锁了，这可能是要坏。对，白棋可能已经意识到无法吃掉黑棋，所以他在这边将黑棋封在里边，嗯、可能外面有一点价值吧。嗯，黑棋冲，白棋挡，黑棋通知啊，鲜活一块。白棋还是有所收获吧，毕竟。白棋先手把黑棋封住，然后。黑棋是两眼做活，以后这里被打一下，嗯，期待着有朝一日能够打到这眼，能够逼黑棋这样做眼，对，然后这个提、嗯、提提，又回去了，目数也是便宜不少，嗯，但是白棋现在这个打是不是？白棋打的话，黑棋应该是要补在这里这边，可能来不及，有可能会把这个吃了，嗯，对，啊、就是白棋这个打很想打，但是好像打不着现在，嗯。实战也是，实战好像没有机会能达到。实战是白棋粘这个，嗯，把黑棋顶，顶在这里，顶在这里。你不怕你吃脚？他感觉这边是价值更大一些，嗯、脚上可能也不是那么就能吃的干干净净。对对。然后白棋立，嗯，白棋也不吃脚，嗯，白棋不吃脚。然后黑棋保持这一个子。这样黑棋这块棋就活了吗？他实战黑白棋没有选择去吃黑棋，没选吃这个，恰吃，嗯，但单纯吃可能也是吃不掉，吃不掉，嗯，因为好像吃，因为你要分掉黑棋又要破眼，对，可能就只能接现在这个位置，黑棋就粘这个，白棋外面是不是？外面有破绽，嗯，破绽，对，哦、嗯，这个什么挖粘啊，都是先手，挖粘先手啊，嗯，可以挡也可以吧，挡啊挡，挡这个挖好像更狠啊。这样白棋应该是外面太薄，如果来强杀一下，强杀，啊，就挡一个，挡一个，嗯，就走掉。嗯，这白棋正常打是不行的吧？打黑棋粘上，这边有冲出来，这边有断掉。如果说白棋从这里加，可不可以？石哥的杀力也是非常出个名的。嗯，这个撑出去吗？是能撑出去吧？嗯，撑出去。我发现樊老师也有点虚，那是对我比较虚啊。面对着十个的沙粒，就把这个挡住。嗯嗯，要我来八成就死了。是吗？对呀、啊。那白棋是不是这边？白棋哦，白棋这个自己也有点薄，就是这边如果挖打吃完之后，这个气很紧啊。挖的话，可能白棋会直接从这里打。啊、嗯、哦，这个还断接上，接上。嗯。
然后是不是再这样分点，嗯，会变。这个看上去变化还是有一些复杂的，嗯，比较复杂，嗯，我觉得反正有兴趣的爱好者吧，可以在这个局部自行研究一下。嗯，这个这边好像黑棋是不是有班的先手，这个是先手，有先手，班的先手，几个先手，嗯，然后是不是尖这样的尖白的团，就是黑棋可以保留这个地方的一些先手，嗯，团，比如团的话，黑的是不是可以在团那边气稍微紧一点，对，嗯，把这班黑的还有断的先手，嗯嗯，或许没有那么容易，嗯，对，而且或许可能黑棋会有可能就先挖这个，哦，不挡，对，先不挡，先不卖掉刚才的味道，直接挖，哦，先问白棋，十个这步挖，嗯，是好棋，哦，好棋，这好像对一招就没棋下了，一招就没棋下。如果像还是像刚才那样吃的话，黑棋就不会挡，可能会在接在这里啊，这边这边眼见的就这个，对对对，这不好。这步简命，对，这简一下子就没有刚才那么复杂的重要的事情，所以这时候白棋强杀还是不成立的，嗯，白棋实际上是吃这个，对，这也是一个就是收兵的态度，对，黑棋就双方也是没有什么办法，这地方都，嗯，得吃，嗯，白棋提，嗯，白棋冲，白棋真上上，他觉得吃角的话被冲过来，还冲过来更大一些，不划算。冲来好像中间白棋，嗯，对，白棋太薄了，嗯，白棋还没过来，嗯，这样这个战斗算是差不多完事儿了，正式进入官子了，正式进入官子了，当然还是很细很细，但白棋很可惜啊，最终这下是也没有机会打到，嗯，他当然他想打到还是有可能，但是就是说这边可能会失去更大利益，比如说这边白棋要把黑棋分段是很容易做到的，那么就可以打到这下，但是这边可能就亏了，嗯嗯，黑棋活的目数会更大，对，嗯，明白，咱们要不然点个目判断一下形势，虽然很细，大概有个多细的概念，嗯，这样，嗯，这里面黑棋是九目棋，嗯，三目加六目，嗯，这地方刚才说的是十六目，像应该这个这样，以后由黑棋吃提是交换先手，大概十七目，嗯，加九目二十六目，这地方以后大概是算白棋拐一下吧，二十一二三，嗯，四五六，嗯，六二十六三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四十四四十六四十四八七五十五一十五十二。加上四个棋子是六十目整，黑棋六十目，嗯啊，白棋以后算尖一下，这地方是下面五目，上面八目，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嗯，这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这里算九目，但十七加九二十六，二十六，三十六，三七四八三九四七三四五四四七四八，应该是有五十目多一点，嗯，然后刚才是黑棋有六十目，嗯，现在在白棋下，还是很细，嗯。还是比较犀利吧，嗯，就这个地方白棋现在不知道能成多少目，对，就我感觉白棋如果退一个的话，这个地方目数还是挺多的，嗯，是不是因为刚才说的黑棋星六十目白棋退，我觉得是白棋感觉这都算上可能超过55目，实战白棋没敢退，没敢退顶的啊，顶了一个啊，补了一手棋，对，就我当然也比较好奇，因为我觉得如果白棋都是活的这有什么好顶的，嗯，是，但是他变化，如果黑棋白棋要退的话，嗯，这地方黑棋会搬一个，搬一个，白棋肯定要冲，对，黑棋再长一个，嗯，这都是白棋必须赢，白棋黑棋一跳，黑棋并不是从这里把白棋扳断的，对，他不断让你联络，嗯，这个形状好，因为这个顶和粘是先手，所以他不会往这儿断，还是从这里跳的，啊，这样白棋还是只能长，嗯，然后黑棋一飞。这个地方好像还需要牵手叫活棋，马上一打这白棋是死棋，也没死，啊，可以接住是吧，接住可以把牙咬一咬，然后冲在团这个立下，那这个目数可能就白棋如果接的话不划算，可以提完一打，嗯，那就是白棋现在只有补棋吧，补这块就被接过来，所以这个获得的利益在这边已经全部都赔出去了，嗯，那就是我本来以为这一退这个地方都能成目，
现在看起来好像有点惨，对，反而木少了。嗯，明白了。这张黑棋冲击白棋，并不是把白棋分断，对，而是让白棋这四个跟这边连上，全部单过来落了。嗯，这样白棋好像是抢了一步，其实木数实际上没抢到什么东西，木数亏损的更多。也就是说，实战解释了黑棋白棋走这个原因。嗯。而黑棋也没有选择打打吃，嗯，黑棋是打飞，往里走，嗯，白棋跳，就是彻底进入关子阶段，嗯，黑棋跳，还是这个棋形，啊，那等于说还是白棋还是要硬，如果不走的话，白棋还是那样，对对对，嗯，黑棋白棋刺了一个吧，嗯，黑棋粘，白棋。白棋把这边的毛病彻底补住，嗯，还吃着了四五目棋，嗯，也有点收获。对，但是这边他就是要付出些代价了。哦、白棋黑棋冲，白棋挡，嗯，对，打棋吃，白只能是忍受啊，粘上了，很惨。那这边有意思，黑棋搬这个还是要白棋这个不舒服的地方，嗯。念念不忘，白棋冲，本来想就是连后自己，对，嗯，一长，这个好啊，白棋没有粘，它是团这个，哦、团在这里，哎，这个很奇怪，眼见的团的话，眼见是亏目了，黑棋一冲，先生白的只能单关接上，得这两个交换，对，嗯，本来白的接上这个地方，至少是有一目一目棋的，嗯，一目墙可能是，嗯，那原因呢？我都很好奇啊，这个他团队我也觉得这什么意思呢？我就摆了一个粘，问他怎么下。他说如果要粘的话呢，这地方就会刺一个。哦，懂啊，懂了。是要进去的意思，进去了，杀进去了。哦，然后呢，白棋一粘，黑棋就长，黑棋就长。本来我就没明白说这个为什么有什么区别的。本来怕这个靠吧。这样的话会靠死吗？嗯，好像差不多。差不多弄死了。我搬呢？搬我就退回来。嗯，你尝我粘这个是先手吗？嗯。哦。就白棋简单的一退。嗯。黑的只有粘。对。哦，就一粘就行了。这个团是先手。哦，这样的话，这个子正好起到作用了。正好起到作用。我们可以看现在这个样子，黑棋如果走这个被断开了。嗯、如果走这个的话呢，白棋打完也是被断开这边，黑棋两个断点，哦，就被断掉了。对，这样就死了。但是如果说跟这个子放在这儿，黑棋粘这个就是先手，要瞄着白棋断，嗯，黑棋就粘上。对对，啊、哦，这样是这个意思。真的是需要解释啊。所以这个不是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是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所以黑棋这个次序也很精妙，他先打、嗯、打完粘的时候，然后再走那边。嗯哦，对，如果之前下的话，这白棋可能不粘这个，对，因为那边木数还是有关系。嗯，没有这个，也没有这个。嗯，对，这个这样，对，这样，这样白棋很无奈的团这个，无奈团这个，这一下受伤，然后黑棋就这时候就因为不能那个刺了，就粘上了。这看起来只是一目棋，我们知道这棋最后也是半目胜。对对对。这都是关键性的一目棋，对，他肯定不会无缘无故的去损亏损一目棋、嗯、都是有原因的，尤其是在很细的情况下。嗯，那白棋冲这个，黑棋也是不能让白拐到这个先手，所以先手就吃这个、哦、这个都敢不补，你断下来不就打结了吗？打结都比较大的一段。一提可能也是因为黑棋这次的劫材是比较有信心吧、嗯、黑棋全局都很厚，黑棋确实有自信的资本、嗯、对，我扫了一眼全局，我觉得白棋好像只有这一个劫材，对、哦、那黑棋这至少眼见的这冲肯定是劫材、嗯、这个这地方也有冲，这个地方冲也是劫材，这冲那个劫黑棋不是特别大、嗯嗯、白棋打兵，白棋粘，白棋粘上、嗯、黑棋也是顺掉补棋，之前黑棋交换这个、嗯、我已经搞不清是什么时候交换过这个，嗯，那没有，没有，还没有。接这个，白棋长这个，嗯，黑子还是要粘结了，粘结了。啊，这一段的收束。但是白棋比较输的是能够
搬到这个，也算有所收获。确定没有仙剑吗？仙剑，对，这个这个当然大，仙剑绝对先手，先手再搬这个。这个搬很舒服啊，黑棋不走前面这个，走到这打，你黑棋这个当没有眼。这之前你把这个走掉，这之前走掉了，这漏了一下，然后现在黑棋直接踢这个，做活，做活。这后面官子我就直接拿来摆了，确实很细，这是半目胜负的棋啊。那我们就静静的欣赏吧。然后打吃吗？对，打吃掉。嗯，对，这是先手，不然被白黑棋爬过了。嗯，是以这个棋展示。打吃的时候，黑的。哦，打的时候黑棋先打。哦，得先打。不然白棋可能要没有先还，他是先总得先冲这个，好像是先冲这个，冲一下，先冲了一个，然后打吃这个，嗯，都很细腻，然后再踢那个，可能就被你收了，不然这个冲也是有必要，不然白棋接在这里，这个可能有可能将来会就会便宜，区别哦，因为这白棋总是要立这边的，另外就不用哦，因为这个立的话，这首先这个以后的这个劫财啊什么的，都黑棋都多不少。哦，这是最后的时候冲这个，再不冲可能就没机会冲了。对，因为白棋马上就粘了，对对、嗯，是不是现在就白棋应该是现在冲了一下吧？对，冲了一下。没有冲，他又哪儿找了个先手？那个。哎，机敏。是先啊、先立的，然后冲了一下。立黑棋，你想说黑棋做这个？嗯，其实，嗯，对。就是说如果你因为你打你算你打到才是一样的，那你有可能打不到，但是可能认为白棋认为黑棋黑棋认为白棋永远不敢扑那个劫，但是我不扑也是最多是一样的，因为你打到才是一样的，你有可能打不到这个，你打的时候我收官我就强扛这个，对，唯一的不好处是这个挡住这个打是有这边有两个劫财啊，那边可以扑了啊，那边气没进，对，气那个说不定可以先扑这个，对，先铺完接啊，但是铺完那里还是没接啊，这是铺完还是没接，对，我挡住就接彩了，这是一个比较细微的地方，那应该跟这盘棋的胜负应该是无关的，没有关系，白棋确定是先立这个不是先尖的那边吗？先立的，先立，这是先立、这个后面真是用来找接彩的，找接彩用的，冲退，然后白棋呢是立这个，这个时候双方应该对胜负都已经比较清楚，比较明了，这时候觉得应该是不行了。嗯，黑棋提这个，我又找不到位置了。嗯，我帮你想一想，我方向一翻，黑棋是啊，拐拐的吧？是拐。嗯，黑棋打这个，打吃这个。啊，这个团打这个。嗯，先麻你一下。嗯，他不是先团的，他又交换两个什么东西？对，次序衣服很有道理。然后团打这个，嗯，白棋粘，因为白棋如果是提的话，黑棋将来收官有可能不是用这个接，而是从下面打，让白棋接上，因为你这个地方已经把自己的木有可能是已经先填上了。有可能会插上，对，那你实战如果接的话呢，你就接这个，他就从这边就把这个断了，左货起断，起提起顶，起挤，吃掉了一些，吃掉了。接住，就黑棋让白棋这个地方的目数好像收得很惨，但是白棋有所得，这个获得几千手，这个地方能点进去吗？完了这个，对，问这个，起跳，跳了就冲，冲，白棋点这个。冲这个，对，
黑棋冲这个去挡住啊，这个冲两个冲是剑合，对，是一人冲一个，嗯，这个冲完之后白棋空也还是要补一个，以后还要多再多补一手，嗯，听说是要补一个，嗯，对，这个他的次序还是啊，对，还坚持这个，对，有道理，就这个。其实没什么，没什么必然性，反正但是白棋吃这个时候呢，白棋这个冲我觉得还是有一点点道理，这个冲有点道理，对，这个冲是也是逆手两目呀，是不是？这个就是说，石哥的意思是接完之后，白棋这个空也是可能不补，不用再补了，嗯，嗯，跟这个，但这个打是不是也，但这个打。是可能是双先两，那后如果说被打回去的话，那这个打没有也有三分之二，你说也有三分之二，嗯，不过可能胜负不差三分之一，嗯，胜负已经在他们来说已经确认是基本上，嗯，黑棋打这个，嗯，先冲了一下，冲了一下，白棋提劫，白棋提劫，我来帮你摆两步。那个时候出现哪出哦那个时候，那现在黑棋断这个，白棋走这个，嗯，黑棋提，白棋接那个，嗯，这个是远，对，我提这个，黑棋是绿的吧，冲的，啊对，冲这个，粘，提，白棋冲这个，提，黑棋立这个，嗯，先立先立，胜利，先立，对，住。冲提，提劫，这个劫其实白棋就是应该怎么都打不过，无谓的顽抗嘛，黑的劫材太多了。提，白棋被打回去了。嗯，然后黑棋是把的是，嗯，你说现在先手一目都走掉，嗯。真，这是先冲了一个，没有，没有，黑棋掉，白棋虎，哦，黑的棋把这个搬粘了，啊，对，把这个搬粘了，减脂了，搬粘了，搬粘完就确保，反正这个地方一般需要，怎么都要，怎么都要补一个，不搬也需要，不搬也需要补，对，不搬需要，搬这个，然后可以白棋把这个冲，然后其实打住。黑棋立这个，白棋提，黑棋吃，白棋把这个提回来，黑棋接，白棋接，白棋提，接回来，嗯，是打单面接了，对，这接和白棋打不赢，白棋还是打不赢，嗯，黑棋就赢半目，对，旁边八目，黑棋就是只需要把这劫打赢就可以，嗯，白棋那边也扑不进去，然后别的地方，嗯。没有劫，基本上白棋找不到劫，白棋找不到什么劫，嗯，黑棋太好。嗯，黑棋当时立这个还是粘打？我觉得其实我明显他对这个粘打。粘也是两模一样的，哦，对，嗯，也是杀得很来劲，最后还是半目胜负。对，这个我们好像真的在五十盘棋里面也看到了很多很多，对，就是无论前面杀得再激烈。只要最后一收官，都是西棋，都是西棋啊，而且都是很细微的。他的西棋基本上就是，我觉得一半都算是不很细了。对，两半的就绝对是大胜负了。这盘棋看好像官子也是比较挺精确的哈，因为这地方这种时机掌握的，就是把黑棋搬出来，嗯，然后迫使白棋只能团在这里，嗯，然后就是后面的这种。包括这种团打一个好时机，对对 对, 对。其实，嗯，不管是布局还是中盘的战斗，包括官子，其实值得我们去反复去研究、去体会的地方有很多啊。这个我们呢，也是在有限的时间能尽量的对为大家，嗯，把这盘棋呈现出来，呈现出来，能够更好去了解这盘棋的一些过程。就是大家有兴趣的话，其实可以在在底下再自己再摆摆，多摆摆的，是多体会啊。其实我肯定回去也要体会好几遍。是。那请两位说一下这盘棋对
因为这盘棋精彩的地方很多啊，我觉得两位谈一谈觉得印象最深刻的地方。就我的印象最深刻的还是主要在黑棋这地方的这种直接点进来的这种招法上，就是给我的感觉就是他确实是很多地方下得很紧，出乎意料。他觉得像我可能就是简单的就是出头啊这种，因为我觉得黑棋这块棋很重，是不太能够去轻易去放弃掉。但是他的这个下法不仅就是说有比较深的这种计算为这个依靠吧，他而且他是可以就是可以放弃的，对吧？后来不是我们摆了一个变化图，他是可以把黑棋这块棋给弃掉，然后就是通过弃掉之后，这地方多了几个子之后，这一照就直接把白棋上边吃掉，全都吃掉。他不是从这里分段白棋，而是大吃。这个思路的话，就是一个非常很缜密的一个，而且很强硬的一个。我觉得既缜密又有气魄。对，方老师，我是对，我觉得可能都是在这边，这边这个变化让人觉得印象深刻。那今天可能我们三个人在这盘棋上的这个印象深刻的地方达成一致了。对对对，确实，就是黑棋这部看相的。我想有十个这棋手看完这盘棋之后，可能至少得有九个都对这边这代的变化可能会印象深刻吧。是是，当然其实还是有很多值得其他地方值得品味。这个二部件，这部棋回去还是再想一想。包括白棋直接就扑进去啊！其实真的，一盘棋有太多值得体会的地方。是是是。今天非常好，感谢二位给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讲解。也同时再次感谢这个 TV 这个平台。希望我们在今后的日子里面能够跟这个 AlphaGo 阿老师能够学到更多，也是希望用 AlphaGo 作为一个工具，帮助我们能了解更多的去了解和探索这个围棋所未知的一面吧。好，谢谢二位。谢谢。那么我们今天这盘棋的讲解就到这里，我们下一局再见。